天不是演唱会啊，可是没关系啊，对，因为很久没有来到高雄，真的很开心，很开心看到你们后面的人了。喜欢力宏的歌迷朋友，从今天早上六点钟就在等你到高雄了。那淋雨了吗？有。今天有下雨吗？有。因为刚刚台北场就已经下雨了。对。而且一直在下，一直在下，所以我看到大家有一些是湿的哈。我不知道是这边湿还是从台北下来就湿了。可是大家辛苦了。是，他们依然爱着你，就是要等待今天力宏来到现场，可以唱歌给大家听。有梗哦。没错，转得非常顺。是，那我们力宏今天是不是开场马上带给大家这一首好听的歌曲？这个是我最新的，也是第二首主打歌。因为最近推出这个火力全开的精选集，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了。对。那这个精选集呢，就是好了，我出道真的有一段时间了。我们永远是十八岁，永远的十八岁。对，跟我的第一张专辑一样的。对。是，所以这么多年也一直在写歌嘛，一直在出新的唱片。对，很荣幸，也很高兴有机会每年来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我的最新创作品这样子。对，那这个就是火力全开十三年的音乐，是在两张唱片里头。我觉得非常高兴大家支持正版。对，一定要啊。而且我觉得这是今年力宏送给大家最棒的礼物，里面真的有好多好多好棒的歌曲之外，写真集啊、阅历啊，真的都是大放送哎。对，那么是不是呢？刚刚呢，我们说过，在这一张专辑里面呢，有两首全新的歌曲，马上为大家带来呢，也是这一次要送给大家的全新作品。好，今天唱的歌我有po在脸书上，也po在微博上，对，所以大家知道我今天要唱什么歌，对不对？对。这个歌就是要献给所有在这么多年不断的一直支持我的 family， 我的 friends， 我的 fans， 我依然爱你们。